欢迎大家来到调试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。下面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第一至二十组六场，第一至四组八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三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李辉、窦雪。五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龚琴娣、战梦婵。九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于红、唐向阳。十一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刘碧琪、张根旭。二十号台裁判员周世荣，运动员王思如、申思。二十二号台裁判员张小舒，运动员李泽楷、刘彦坚。二十三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王宝清、关鹏。二十四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贾浩辰、陈应生。二十五号台裁判员曾业立，运动员崔明君、高博。TV 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记录裁判员侯云博、李亚帆，运动员张建刚、吕欣。下面比赛开始。
秒。延时。
Thank you.